你好，猿猴行者。你让我燃起一线希望。你是来找工作，还是来打架的？你这种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的穿着有点奇怪，后雷纳瑟王子的邀请，哦，真是太诱人了，我绝对不能错过。主宰必须被制止，我不是瑞文崔斯，而不是主宰。这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。所以德瑞文，尽管雷纳瑟王子是如此的失败，你仍然效忠于他。食之母，我为瑞文崔斯效力，在这个时候，只有黑暗王子的计划能导向最好的结果。有了猿猴行者的协助，我们或许可以破坏主宰对隐喻之主和猿猴的盲目奉献。好吧，就姑且听听雷纳瑟有什么话要说，说不定我能找出方法，停止孩子之间无意义的斗争。生前我无懈可击，死后我所向披靡。最好不要在瑞文崔斯透露自己的名字。你听说最新的八卦了吧？这是什么？看来黑暗王子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预谋篡位呀、啊。我想也该有人出面制止他了。新朋友，靠近一点。你和我对抗现实的终点。会需要一些帮手。干旱。
勋章结合之后，我们就能拿下瑞文崔斯的统治权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能拿下统治权吧？这不过是渴望夺回荣耀的自私王子，在胡说八道而已。戴纳瑟斯和炎狱之主的交易，会害我们全都被冤猴吞噬。我想要延续我们的生存之道，如果这样叫自私的话，我希望大家都要和我一样自私。但不管你的话有多冠冕堂皇，你都没办法打败炎狱之主和主宰。我不会让我的食猿魔承受更多折磨。哼，我听不下去了。这个篡位者要我们的勋章，却拿不出条件来交换。啊，雷纳瑟王子，如果你几个世纪之前有这种热情就好了。哎呀，我都着迷了，但我同意其他人的看法，你缺乏影响力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啊，轻快的脚步藏不住我心中的雀跃，真是太让人期待了。黑暗祝福你。这么快就要走了，我绝不让庄园落入凡人之手。欢迎，为了主宰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来吧，我们找个舒服的地方慢慢谈。不要紧张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已经命令护卫将你视为宾客。只要你好好听我的话，你就会以座上宾的身份受到款待。我们来聊聊。退下吧，请坐。你来这里是为了偷我的勋章，无需否认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。很高兴我们能像文明人一样沟通，毕竟对贵族行窃是要赎罪的，甚至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。好了，先别说这些可怕的罪行了，快吃吧。你竟敢拒绝我的好意？你可以不用偷的，其实我打算把勋章送你。没错，这个勋章确实强大，但我的影响力不完全只是靠它而已。我在这个圈子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只要你肯花些时间了解我在做些什么，那这个勋章就是你的了。这件事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会倾听。
保重。你怎么来就怎么离开吧，不要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。伯爵真的派了凡人做差事吗？快打断！快打断！我的死不会阻扰我们的计划。我赌你一定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互相认识。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。你竟敢跟我说话！哎呦，我好久没接触到活生生的凡人了，没赶时间了。你竟敢跟我说话！我们来聊，希望你没因为我的款待而乐不思蜀，毕竟你还有任务在身。原来是极祸家族啊，他们的领袖是大法官叶蕾尼亚，找到他之后就地正法。与凡人为伍的范希尔不配做领导人。快打断！我来完成安德烈的目标。啊，主宰之女，我的家族不会灭亡。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说吗？欢迎猿猴行者，后会有期。啊，暗影之境的救世主来了，一起面对无穷无敌而且无可否认的黑暗。欢迎，我的患难之交。末日降临，反而是种简单的解脱。这比我想的还糟啊，猿猴行者！我不在的时候，地穴结界已经乱成一团，有好多事得先完成。哦，你好，想接受折磨的？在待。瑟斯把我丢进猿猴之前，我已经透过这面镜子藏好我的勋章。为了不让他拿到勋章，我把镜面切开了。我把镜面的裂片托付给我的属下。哦，
我们必须赶在戴纳瑟斯之前找到他们。在猿猴出现之前我都很好，现在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或许我们都忘了范希尔人的初衷，必须记得才行。黑暗祝福你，猿猴行者，暗影守护着你。你是来告解的吗？罪孽不会被遗忘，黑暗抚慰我们。生龙活虎又充满自由意志的尽情享受做自己的时光，死后一切都不一样。行动，艾米尔，你安全了。马提尤背叛了你，你他已经回到雅奇范了。我们刚才打过招呼了吗？想尽办法替戴纳瑟斯王夺取你的勋章。时间恐怕不多，我们必须马上阻止这一切。我当时是怎么设定墓碑陷阱顺序的呢？瑞文崔斯有两个主人，活人出现在死亡国度里，黑暗时刻到。少了马提欧手上的镜子碎片，我们绝对来不及拿到勋章。哦，新老板的脾气不是很好。你来拿镜子裂片吧。抱歉，裂片不能给你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收割者的力量会是我的。快打断！快来服侍你的主人。自由人，快来服侍你的主人。快来服侍你的主人。可恶！尽管这力量差点就是我的了。你好，想接受折磨的话请排队。我当时是怎么设定墓碑陷阱顺序的呢？瑞文崔斯有两个主人，既然东西都准备好了，进行下一步吧。等到镜子完成后，记得撒上死亡之莲花粉，如果没撒的话你会反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很高兴见到你。哦，我们刚才打过招呼了吗？我的勋章，快点，赶在戴纳瑟斯发现之前把它拿走。改变命运的使者，快过来，我们一起面对无穷无敌。一定要重建瑞文崔斯。我们要的不是西奥塔，加入渊侯行者汉国，你的能力对这个任务很有帮助。要冒险去一个看到我们就杀无赦的国度求援，真是令人兴奋的毛骨悚然。西奥塔，这是雷纳瑟王子的命令。渊侯行者，我们会在国度那里等你。生灵宝，就连我都无法逃避我的罪。哎，可恶！齐瑞安到底怎么能忍受这么亮的光？猿猴行者，你好。死亡和永恒的折磨，我们会在永恒熔炉等你。你可以帮忙缓解我们出现造成的紧张气氛。紧张气氛？哎呀，德瑞文，你又把我扯进什么大麻烦里了？德瑞文，哼，你是奉你主人之命来的吗？还有猿猴行者，你来做什么？戴纳瑟斯背叛了所有人，这位猿猴行者是来帮我们对抗戴纳瑟斯，拯救瑞文崔斯的。
熟悉熔炉室，我们必须借用你的技术。石原魔，我是不太相信你，但这个凡人帮助过生灵堡，既然朋友有难，智者就会鼎力相助。弃尸者军团占领了我的熔炉，清掉他们，我就会帮你。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主宰非常嫉妒你的熔炉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派石原魔手下破坏熔炉，并吸干里面的灵魄。有些人熔炉防御遭受破坏，于是弃尸者就占领了熔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信任范希尔人。熟悉熔炉室，我发誓，我们会弥补这一切。让我专心工作吧。想一起散步吗？我们继续，只要有我引导，应该很容易辨别出那些幻象。也能胜任。你有特殊的记忆，给我看看。完美的工具，这就是你们主人的王冠，能将那些勋章的力量化为一体。尊贵又强大，雷纳瑟会很满意的。冤侯行者，好好奖励这位朋友。弃尸者，保护我！我需要目标。我就能创造出连御灵者也挡不住的摆位。快打断！我要先找到目标，不计代价，一定要成功。我是个忙碌的侍者，你有价值，但比不上我。可以准备铸造王冠了，我已经派守卫去熔炉基地建立据点。动作快，我们的机会不多。西奥塔，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忙。冤侯行者，快走吧，弃尸者启动了他们的巨像，我们快守不住了。大家注意，我一个人没办法完成铸造工作，快帮我。西奥塔，把魔法引导到铁针上。智图，给予我们祝福，在一下下就好。这顶王冠兼具优雅与强大，足以守护国度。只准问聪明的问题。王冠吸收了收割者的原始力量，凡人务必谨慎。把握机会，享受混乱吧。
把皇冠交给我。这声音哪里来的？御灵者在上，声音来自王冠的徽章。猿猴行者，快！安静，我们的。超出范围了，我的职责。我的影响力无人能敌，你会为我效力。王冠在吸收他们的灵魂，快带他们离开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这个国度。我是首席游龙士，生灵堡发展的核心人物。我王冠屈服于戴纳瑟斯残留的意志影响，要解决问题就得去忠诚者要塞。猿猴行者，在那边碰面。抱歉，耽误了一下。我花了些时间说服新盟友信任我的飞行能力。我没事，我们要进入神殿才能修复王冠，必须关闭屏障防护。让我专心工作吧。法太君欢迎你，我会飞到天上提供支援。我也会帮忙。这个结界能提高你的生存几率。没时间了，你快点乘上王冠。暗影之境的忠诚者已经发现这里了。你竟敢质疑我的统治权！放肆了，准备受死！凡人，你太傲慢了！死！猿猴行者，我们已经不离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别孤立那些忠诚者。没有目标，永恒不死。瑞特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这个国度，就算是主宰也不例外。可以把王冠交给影的主人了。戴纳瑟斯的影响消失了。首席熔炉士，真的感激不尽。没有你的协助和信任，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我们有难同当，但是当生灵堡需要帮忙时，也请记得我们。为你效劳，首席熔炉士。主宰必须被制止，死亡和永恒的折磨都不足以让我们弃守岗位。黑暗祝福你，
猿猴行者，让这顶王冠体现醉陨城的一切。瑞文崔斯会团结起来，然后从戴纳瑟斯的罪孽中解放。唯有受苦才有牺牲。凯尔萨斯逐日者目前的状态对所有人来说是一大威胁。我会信守誓约，荣耀与石头赐予我力量。滚开！我要为人民复仇。放肆的孩子，这里轮不到你下指令。就是这种傲慢毁了你一生。你是来告解的吗？管好你自己的罪孽时面对你的过去，不然你帮我找出凯尔萨斯逐日者真正的罪性。哪些个性缺陷是凯尔萨斯最大的阻碍？嫉妒、傲慢，还是贪婪？如同其他暴君，傲慢在你心中滋长。当太阳之子被摧毁，凯尔萨斯急需为人民找回魔法能量来源。他选择投靠了谁？巫妖王、古神，还是燃烧军团？吉尔加丹利用了你的傲慢、妄想和执着，使你屈服于他。我找到了凯尔萨斯逐日者灵魂中最沉重的重担。凯尔萨斯是如何辜负他的人民？是遗弃人民、背叛同胞，还是腐化他们呢？凯尔萨斯逐日者对同胞犯下的罪状全数成立。你无权审判我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人民。你随心所欲，却让所有人共同承担你造的孽。凯尔萨斯逐日者，你辜负了你的人民。唯有牺牲方能赎罪。我知道了，凯尔萨斯，如果我们不抽取你灵魂里多余的灵魄，你会继续瓦解下去。我会带你去一个可以有效除去那些灵魄的地方。只要愿意，每个灵魂都能获得救赎。猿猴比你想象的还要……凯尔萨斯，想要生存就得学会谦逊。我来准备仪式，你把自己准备好。为生存而战，难道错了吗？就这样吗？消耗掉我太多灵魄了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这些家伙消耗掉我太多灵魄了。
没有目标。要拿我的灵魄给王子的宠物用，罪者简直是在羞辱我，拿我的灵魄给这些低阶物种用真是太浪费了。上他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快打断！这算是哪门子挑战？我要把你烧成灰！住手！你要同情他，一条生路给你的敌人。弱者才会同情，他得付出代价。你就是弱者。你的傲慢使你盲目，等时候到了，我自然会让你解脱。唯有赎罪才能获得原谅，我们会看着一切，每个选择都很重要。凯尔萨斯，这个仪式能驱除你体内多余的灵魄，过程会很痛，不过你也是罪有应得。凯尔萨斯，快驱除那灵魄。不，我想要他的力量。无能的蠢货，那个灵魄跟你的罪孽石是相连的，放开他，否则我就亲自把你丢进冤猴。退下，我来处理这个化身。自由了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凯尔萨斯，那颗罪孽石还是属于你的，去解决它。面对你的过去，不然你会遭到刑罚。善尽你的职责，改变自己，否则凯尔萨斯，这只是你在赎罪路上必须做出的无数牺牲的第一个。很多圣杯区的居民依旧效忠戴纳瑟斯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团结壮大，前往该区，让他们见识见识罪陨城的力量。唯有赎罪才能获得原谅，我们会看着一切。我必须立刻通知雷纳瑟王子关于马卓萨斯的威胁。猿猴行者
凯尔萨斯交给你的，给我看好他。凯尔萨斯，我们是唯一能阻止你不步入毁灭的人。我也只好听你说了，你休想审判我。猎物只为了让一个不死巫妖重生，我要用烈阳之火烧掉这个巫妖。主宰的死亡就代表主宰死后一切照旧。转告维克斯艾拉女士，这里还是由我做主，而且我的马车在上面，我们边走边继续这个话题吧。我们现在已经远离那些好奇的耳朵了，请维克斯艾拉女士放心，我们的计划不受影响，关于封印的灵魄量甚至还能有所提升。大巫妖会很满意的。那是当然的，转告你的主人，这件事还是归我管，一切照旧，除非他那边失败了。大巫妖不可能失败的。很高兴我们达成了共识。我可以学会谦卑，但绝不柔弱。好吧，你不用靠住我，有机会消灭巫妖，我何乐而不为？木头人好凶，尽力了。你们这些蠢蛋终于找到我们了，快打断！放开我！这是什么魔法？你为什么要把灵魄传送到马卓萨斯？你的主人是谁？快回答我！你没办法阻止我的主人，他和监禁者联手了。说，你的主人是谁？我侍奉强大的科尔苏加德，他会征服整个。科尔苏加德，污染太阳之井的家伙，我终于可以替银月城报仇了。在你面前的是太阳之王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……别搞错了，我一定会报仇雪恨。不过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你一定要向控罪者禀报，我如何无私奉献？凯尔萨斯就由我接管了。欢迎，我的患难之交。
看来水木关真的跟马卓萨斯合作了。我们需要强大的力量，我们必须谨慎地计划下一步，不能再有任何闪失。我来跟那些从主宰巢穴救出的灵魂打听更多消息。那我去找我最信任的马卓萨斯联络人。凯尔萨斯，来吧，你今天表现得很好，但这些都不算赎罪。你说赎罪？科尔苏加德会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，我会把他的冰骨头烧成灰。专注在自己身上，仇恨只会阻挡你。你好，渊侯行者，你和我对抗现实的终点会需要一些帮手。马卓萨斯的步兵都比他强，我会在雷纳斯那里等你。力量与荣耀。什么？那台马车载走了仅存的灵魄？快追！鲜血与雷霆。王牙，跟着那辆马车。在这里，我们发现踪迹了。这些灵魄是税务官的，不想死的话就快滚开。走投无路了，让这个走卒明白他犯了什么错吧。税务官要的东西你也敢拖延？是吗？没有。看到这位勇者有多强大了吧？渊侯行者，你做得很好。请问区区一介落难王子能为你做什么？亲爱的子民，这是个小小的胜利，从战利品中取回你的灵魄吧。我们必须马上行动，反抗你的压迫者。黑暗祝福你，渊侯行者。安得无恙，在村庄区榨取大量灵魄，这次换我们抽税了。末日降临反而是种简单的解脱。新朋友，靠近一点，一定要取走这些水泉里的灵魄，不能让税务官和他的盟友得手。雷纳斯王子，快逃啊！雷纳斯，你已经越界了。我在这里享有无上的力量。少尉，杀了这个范希尔人，击垮那些压迫者。快打断！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渊侯行者，快点杀掉阻碍你前往下一个水泉的敌人，我感应到勋章就在附近。雷纳斯，你已经不是统治收割者了，那个力量现在属于大巫妖。你把我的勋章
给了一个巫妖。继续进攻。什么？无所谓，猿猴行长，我会就地解决你。快打断！我离得太远了，我不能攻击他。马卓萨斯，遵守我们的约定，杀了这个篡位者。他要逃去哪里？他要投奔谁？大巫妖，跟我合作，使用我给你的勋章，我们就能联手杀掉猿猴行者。我不要，你履行了职责，现在换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当然是进行下一计划。记得在死之前绑下艾米丽的胸带。你答应？不妙，要现在要花时间修复镜子才行。我得从那个巫妖手中夺回统治勋章。科尔苏加德在幕后操控，使马卓萨斯陷入混沌。他能用你的噬魔勋章做什么？他可以用勋章强制征召瑞文崔斯的居民作为他的军队。有了足够的灵魄，他甚至可以控制整个暗影之境。这样就完成了，每一片都完美契合，很厉害，对吧？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想见猿猴行者，我们随时听命。我们别浪费时间了，一定要重建瑞文崔斯。最远程的弟兄，跟我来，攻下马卓萨斯。很聪明，打造一面镜子来入侵我的领域。没有人能进入墙内不被我发现。你休想离开。科尔苏加德在远处对我们叫嚣，过不了多久，他的死灵花需要就会暴露他的藏身之处。我会在空中侦察地面的战况。时间陪你玩。快打断！告诉我科尔苏加德在哪儿，我就饶你性命。都别想！我就希望你这样说。
我知道科尔苏加德在这里。可悲的灵魂，你的法术动不到我一根汗毛。是这样吗？那现在呢？快打！我受够了这些谎言，快说科尔苏加德在哪里？凯尔萨斯追者，科尔苏加德会来找你的。好啊，来呀、啊！告诉我，科尔苏加德在哪里？在这个王城的地底深处。拜托，饶了我！死亡，就是对叛徒的宽恕。德瑞文将军来了。猿猴行者，快回报，发现科尔苏加德所在位置了。他就像个懦夫一样。躲在地底下，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，但是要先清掉空中的敌人。将军，空中有你就够了，地面交给我。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抓紧，你一声令下，我就攻击。我要先找到目标，我需要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萨斯从下面发出信号，我们赶快降落。你的晋升之路到此为止。我们看见你的信号了，这边情况如何？德瑞文，我找到你的军队了，那些巫妖把他们变成石头了。我们需要食猿魔的支援才能进行下一步。猿猴行者，你跟血精灵去摧毁吸取军队灵魄的水晶，我继续在空中巡逻。我需要掌控自己的力量。绝对不能辜负马卓萨斯。
爵大人，瑞文崔斯与你同在。声东击西的把戏了，你吓阻不了我们的。现在是进攻的好时机，拿下科尔苏加德。真是盛大的场面啊，这么多无畏的勇士让我感到十分的光荣。哎呀，这不是凯尔萨斯王子吗？我还没有好好感谢你让我使用太阳之井呢。够了，科尔苏加德，你违反了统御者的律令，还密谋摧毁马卓萨斯，投降吧，不然宰了你。蠢货，要在你们这些只会争吵内斗的家族里面制造混乱实在太容易了，完全不出炎狱之主所料，可惜你们无法活着看到最终成功。科尔苏加德正在吸取凡侯星丹的力量，去削弱他，或许有办法用法杖来救他。快打断！仆众们，消灭这些多事的家伙！害怕的不是我们，科尔苏加德。篡位者，你完蛋！你会为马卓萨斯和对我做的好事付出代价。愚蠢的凡侯，你的胜利虚有其表。勋章到手了，我们回去瑞文崔斯吧。什么？我们不能这样离开，科尔苏加德非死不可，我要替银月城报仇。他的命运不该由你来决定。来吧，巫妖，监禁者召唤你前来。祝福你，猿猴行者。这样够吗？我们还没拿到所有的勋章。雷纳
瑟，你知道我的力量，接受吧，再次与我合而为一。是啊，雷纳瑟王子，你知道他，也知道对权力的渴望让他落到什么下场。没错，你是对的。我驾驭不了这种力量，但我们可以。皇权的时代结束了，瑞文崔斯效忠的不再是主宰，而是廷尉。猿猴行者，你好。我不是瑞文崔斯，而不是主宰。你想清楚再开口。战争听清楚了，我给你这个勋章是为了让我能铲除躲在暗影之境的惊惧领主，要是滥用他的力量，我就会提醒你为什么我会分派到瑞文崔斯。